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饿得老奶。今天堂妹叫我们去他们家吃饭，然后一起去的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啊，一起去聚个餐。然后今天就有六个人，所以我们把后排也放开了。然后小侄儿很开心的说：“我要坐在那个后面啊，要一个人坐一排。”所以就把他放后面去了。现在赶紧过去，应该有好多其他的兄弟应该已经到了。坐好一点啊，不要趴着，不要趴着，坐好，准备出发了呀。我两个带上我再叫哈，拿到的后面好了。我娘的那火在叫，别人讲的鸭子还有胖子的还有老红的，啊？我不毛了。那边那边有一桌。哦哦，哪里可以？哪里可以？支个的，我支个呀。支个的可以。我好点搞了，都搞齐了。可以。不是洗的，红的。我看看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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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中完。四十二个。来，头一人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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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